揭开红色布幕，宜兰市第一间近思阅读书轩在南平国小正式启用，特别把位置设置在校门口右手边，这是校长的用心。图书馆是在四楼，我们发现到其实对低年级的孩子，他要爬到四楼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也期望跟社区做互动，帮我们的社区民众都能够享用这份美好的资源。这里原来是仓库，为了设立阅读书轩，赶工花了一个月时间重新整理。这里和图书馆一样，有书有座位，但孩子一进来阅读，感受就是不同。以漫画来告诉我们之前的刑法什么之类，让我们去了解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对我帮助蛮大的，因为可以不用那么多文字叙述，感觉在那边更安静。与其让孩子每天在谈这些沉迷这个电玩世界，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有个空间教他如何安静下来，好好来阅读一本书，在学习方面或成长方面都会有帮助。而为了这场开幕仪式，宜兰县教育处长也特地前来。阅读教育的推动呢，事实上在宜兰我们未来的教育施政的主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那我们未来呢，除了自行编列预算来改善这个学校的阅读空间之外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外部的资源做一个升级。觉得很好的学校，所以这里的孩子也很多。那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嘛，能够有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，就可以带动无量无边的家庭。一个教室的大小摆入500种影音和书籍，这个地方不只提供阅读，也是多功能教室，要让孩子心中的善从这里绽放。台新闻林庭寻好宜兰报道。